14岁，他突然变大，旁人奶妈、奶牛、大奶妹的叫起来，我用透明胶带把他缠了一圈又一圈，只想变得正常点。对我来说，他就是个大麻烦。总有眼睛盯着我，他们上下打量，交头接耳，直到有次被暗恋的男孩由衷赞赏。他干净的眼神让我开始重新看待他，他应该是漂亮的。上学时怕体检，怕男生大声问我胸围怎么填，想穿越回去大喊一声32亿。为什么不能承认打胸就是会下垂的？初中老师没教过你地球有一种东西叫重力吗？以前拍照露出一点沟就会披朵小花遮起来，但现在就算有人评论胸真大，我也大方的回应天生的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有用的身体。女孩子胸大能有什么用？能让我爱上自己。最性感的事就是承认自己性感。那我是不是太性感了？汗水勾勒的是奴隶的形状，图案真变形也很可爱呀。这儿不欢迎有色眼镜。柔软的胸不下是坚强的心，喜欢自由自在，睡着醒着都自由自在。拒绝只有一种定义：神秘、冷酷、朝气、奇怪、未来、反差、梦想、创张力、解放、快乐、无限。大是有一点麻烦，但它更有一万种可以经历的故事，和一万种我们可以成为的样子。喜欢汤圆视频影片的朋友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